我们又来到这比利时集市上来看一下比利时可以合法购买的鹦鹉品种啊。今天它出的鹦鹉不是很多，有一只这个玫瑰鹦鹉啊，灰蓝色的，卖75欧元。然后下面的话也是应该是玫瑰鹦鹉，这一对的话120欧。旁边这两个鹦鹉就不是很认识啊，这一对的话是250欧元，那上面那只的话是75欧元，黄颜色头的，下巴上有块红颜色的。这两只一对的话是250欧元，旁边的话就是那些玉鸟啊，金丝雀。这个橘红色的话是20欧元一只。哎，我好像看到芦丁鸡了，这好像就是芦丁鸡啊，芦丁鸡15块钱一对啊。然后上面的话就是金丝雀，金丝雀的话差不多就是25欧元一只，黄的红的价格都一样。然后这里的话是玄凤鹦鹉啊，玄凤鹦鹉都关在这笼子里面，45欧元一只。然后这里有黄颜色的，黄颜色红头的鹦鹉，虎皮鹦鹉。再来往前看一下，哇，这里有一对秋草啊，秋草鹦鹉50欧元一对。然后这个是什么鹦鹉呀？这个也是50欧元一对。这里还是蓝颜色的，这里是小太阳，小太阳的话是45欧元一只，一对的话是85欧元。这里有一对小太阳，这里也有一只小太阳。然后这里有那个门鸟的话是15欧元一只啊，15欧元一只。这里还有一对大头虎皮啊，大头虎皮的话是35欧元一只。然后这里的话金丝雀是25欧元一只啊，颜色的话都各种颜色都有啊，都是25欧元一只，这就是15欧元一只的金丝雀。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